东曾在自己主演的电视剧《璀璨人生》发布会上夸下海口，只要收视破四，就发大尺度照片回馈粉丝。果不其然，收视破四了。9月23日，何润东兑现承诺，通过微博晒出自己失身淋浴的大尺度照片，收视率破四，榴莲先生来兑现承诺了。各位小伙伴们，每天起床刷牙，喜香香迎接璀璨的一天吧。天哪，身材真的超赞的。可是面对眼前这位如此大尺度的何润东，小编还是略有不适。一时间，此片的摄影师也成了大家追问的焦点。摄影师是谁？就好奇是谁拍的照片，敢不敢告诉我是谁帮你拍的？新在线，不见到。